應該是中學的時候發現這個地方，是早過東張西望，不過遲過很多阿叔。東張西望就教大家在哪裡行山，行玉桂山，行鴨脷排，所以令到這裡都多了人，沒所謂的。但是呢，我就遲過一批阿叔，這裡有一批很神奇的阿叔，這個是我第一次來到的時候很 impressive 的一件事。即係一樣啦，細個同朋友行，我自己一個行，通常又冇乜同朋友點樣出嚟冒險。但係行到呢度，覺得其實有路就行得噶啦，有手養嘅就行得噶啦，一行行一路咧都係一種望住沿途嘅海景啊，好靚啊，跟住爬爬一啲挑戰性咁樣。但係沿途你會發現好多人工嘅痕跡，例如一啲釘啊，鑽落啲石度嘅釘啊。就是一些成結啊，被人扶住行啦，例如天后娘娘的像啦，我都唔知係天后定觀音定係菩薩，我都冇識問。但係有做咗間屋仔俾佢，跟住又有一啲用石搭起嘅小城牆啦，跟住有啲裝住泉、裝住溪水嘅膠桶啦，同埋有一張。有會有啲啊，好多阿叔嘅小天堂啊，有阿叔啦，跟住有個紅色水果油，你每一日都由呢度跑遊去桂山，每一日探住個橙色水果，跟住入邊咧有啲天堂廟啊，甚至有啲天堂像啊，啲阿叔自己嚟起嘅，自己嚟雕刻。跟住自此之後呢度咧，就令我覺得係一個通常我遇到都遇好少人嘅啫，就係遇到啲阿叔，佢就揮下手咁樣，或者唔理我咁樣，第一個有一個。咁但係呢個係一個，我覺得係一個公共嘅私人後花園嘅阿叔。咁我好中意呢個地方。呢個佢個地名應該叫鴨脷排，但我將佢改做。希玉網嘅陳希玉啊，我會將佢改做希玉網。咁啊，帶我啲朋友嚟，或者係我自己有心事啊，或者覺得有啲煩惱啊，通常我都會嚟呢一度。一嚟係風啦，一嚟係浪啦，二嚟係你落手落腳去爬，同埋你流汗，同埋係一個你難得可以稱佢為空間嘅地方。有很多東西都它可以承載很多東西，你覺得不開心又好，或者你有東西想又好，還是啊，我和我的鸚鵡都來過一次，不過它嫌大風，它就躲在我的西裝帽裡面。
寫緊個昂字，昂首闊步個昂。呢個係第二版。仲話練字喎，練練下就變咗第二啲嘢。昂字，同埋裏邊嘅一個寫寫下寫咗個養字，諗起個養字，所以寫咗個養字。跟住最下我有個組合字，未有讀音嘅，呢做點樣？呢、這個兩個嘅組合字，叫做偈啊，好似佛偈啊，睇落好似佛偈。做偈，不過中文字即係中文字，繁體中文字即係繁體中文字，寫寫下就同畫畫冇分別，寫寫下就變咗一個倒吊嘅人，呢個好得意。同埋我發現咗新嘅寫法，係咯，都唔係練緊字，我係發現緊字。你一定要跟筆畫啫，我覺得我唔跟筆畫寫得靚。其實我寫自己嘅名字都唔係好跟筆畫。筆畫，由細到大我都唔跟筆畫。細個嘅時候，老師話你寫字咁核突，大個你又撲街，咁我都不以為然，有乜所謂啫？都幾快，溝通到咪得咯。但係大個有陣時寫啲重要文件，或者想寫啲情信的時候，就發覺自己字了，真的那種字體是承載不到某一種情感的，所以就有想起練字，還有想起為什麼我想練字呢，其實跟我為什麼想畫畫一樣，因為我對於繪製這些這麼精細的東西很沒耐性，我覺得我很沒耐性，所以就寫寫咯，不過寫寫下，似乎都唔係練緊。即係又好，係我本好係我本人啦。即係練練下就開始覺得重複性嘅動作揾唔到意義，之後就開始揾啲嘢，開始有其他 idea pop up 帶咗我去另一度，而我覺得 enjoy 嘅。咁我就咁嘅練字咧，我會叫話發明下啲字，發現下個字咯，發現下啲字都係嘅。如果我發現個字多啲，可能我有感情。可能靚啲啦，我都係發現緊個偈字。其實由我創作嘅過程，我自己創作嘅呢幾年嘅創作經驗，我都會研判到自己是一個不會很定到的心，個心是定到的，但是我向往又或者尋找的狀態、尋找的方向呢，會不停轉換，可能是 linear， 但是會不停轉換。老師經常說一些什麼叫向下 在那件事 drill 進去，我不強烈這個感覺，是很多這件事會連我去另一件事，跟住我繼續在這些事裏面不停地連接，不停地探索，轉來轉去，又或者我很難做一些重複性的東西，一做重複性的東西我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。我想過這種是不是一種必須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既然這麼辛苦，是不是代表你必須就是你正正需要跨過的關口呢？練字是我給其中一個自己想deal with或者試驗這一句說話的一個 task， 但是是的，今天第一次的練字就體現了我另一樣東西，
咁可能都值得試嘅，老師形容嘅嗰種狀態，但我又唔係好急住要擁有嗰種狀態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同呢種遇見有趣嘅事就行埋去嘅自己都相處得算。都係我最近諗緊讀因為既想移民啦，亦想進修啦，我想去台灣度讀人類學。我覺得人類學係幾切合我呢啱啱我形容嘅嗰種性格嘅我自己。我對人類學好粗淺嘅理解啊，就係睇嗰啲書嘅理解。佢嗰種因為係人哋嘅文化，所以留有距離，唔去批判，去探尋呢個世界仲有人類嘅有乜嘢可能性，喺個 spectrum of human being， rather than 係主要喺個 concept 度係咁發展，係咁 develop， 係咁衍生好多，係咁生產好多知識同埋理論出嚟。嘅自説自話，我覺得人類學得到我嘅好感多啲，同埋我想要人類學嘅視野、研究方法，同埋嗰種世界都，呢個世界係點？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個世界嘅。咁但係我學，如果揾到多啲 material 去話俾我聽，呢個世界仲有啲咩可能性？可能我會知道呢個世界有啲咩係大家共有嘅嘢多啲。嗰個人係乜嘢？我以前喜歡哲學，但是看看開始覺得麻煩的歷史啊，很多大話都網滿的，人類學暫時好像飄一點的一個網滿。另外我亦都發現呢，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不太喜歡受限制的人，或者是我 都欣賞受限，我都欣賞限制的，因為我都挺肯定在限制裡面我可以離開到限制，所以它是我一個很好的靈感，破除的靈感。所以它也都令我不會亂想，即如果我想讀什麼科的話，我不想讀，我發現了自己應該不想讀 therapy， art therapy， drama therapy， 又是我很粗淺的理解，都會看過幾本書。我不是很想學識怎樣同溝通，或者怎樣去幫助 patient 在醫學上、心理治療上應該怎樣做。而你讀完之後，你會有個身份你需要這樣去做，因為你對 patient 有責任，對 client 有責任。我想起都這一 part 是我不喜歡的，所以可能我都是看書，我接觸的知識多過背起這份責任。這份我覺得不是我發現的責任，是我的責任。我覺得迷失和迷惘的意義我未找到，意思是我未足夠地體驗過迷失和迷惘，所以我找到的很多答案我理性上說服到的，無論是愛啊、什麼真善，理性上我不找到，似乎我這種生命的經驗只可以令我有這種體驗到的感受，對於這些世界或者我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，我的經驗令我不是很強的感受。
即使受到再大的感動。所以我是不是有心的，不是很介意咯。還有時即使知道自己去尋找的東西，可能如果尋找的東西不是生命最重要的，我都不介意，因為似乎這種兜了一段那段彎路，它才可以令我知道我想要的東西，想要的東西是什麼，同埋那樣東西存在主義嗰種擁抱自己，即係又唔係呢種咁有力度、咁一鼓作氣嘅想法，只不過係係啊，咁又點咧？冇所謂，繼續做自己揾到可以做嘅事。而我覺得我好好彩嘅係，我嘅世界係咩顏色咧？我相信我嘅世界係。是有顏色的，是有著各種顏色的，我對眼睛都挺容易發現顏色的，但是我的世界我想不是很夠黑色、灰色和雅色，不代表我人很開心，也不代表我知道這些東西，但我沒有走入去，或者他沒有發生在我身上，很喜歡病。如果說Form 1 Year 1 2有的讀 APA 的時候，哎呀我的生命不到同學那麼多，其他同學那麼多悽酸啊、悽挫啊，或者是難受啊，是不是局限了我的體驗和我的主動去尋找痛苦，也是一種反智的事，即是生命有它應該的形態，我覺得沒所謂，又是一種沒所謂，因為我都活得很好。